何超脸低头跟在男方身后，保持着一段距离，从没有见过两人在公众面前这么僵过。不少网友都吐槽窦骁没有男人风度，之前被嘲吃软饭，所以现在就黑脸了吧。以窦骁的背景能配上何超脸已经是赚到了，不要不知好歹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。